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吕，欢迎回来，这是《麦块世界》的游戏解说栏目。在前期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共产党，但是这次回来之后呢，不在了，抱歉。好，那从这关穿进，应该有所谓地狱的地方。还应该是两枪一个，没有问题，对，两枪一个。Francis，好，老板娘。是不是哎，为什么还在我们家人这干嘛呢？这是要剁掉你们。我在想我拿的是什么枪，哎，两枪一个，哎，他的子弹是给那个穿透的，对，哎，两枪一个非常酷炫，哦，咱家做好枪，两枪一个，哎，我觉得我先拿手枪枪，我看我们家这队拿手枪枪还是比较爽。Reloading。哎呦，逗逼！哎，这有毒，小心点。等毒液散去，我们再走。捡东西。Cover me。免得要贵，对吧？OK， 没有问题，继续往前，哎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合成台，这个箱子无法进去，哎，也没有什么按钮把它打开。哎，这里它，我看一下，从这边走，从这边走，我不太清楚它这个图标画是什么意思啊？跑到这里呢，跑到，哎，跑这里就是往上走了，这个线上的，这里是一个。好，这有子弹的，这边没来了。如果我们的四八框啊，应该这个地方还可以，这样没事。只要有那个生物的枪，应该会没事。不让我进去，然后再上去。好的，这里先守卫一下。OK， 没有好多。也不太清楚他从哪里过来的。好，这是Reloading。看看墙上的标志，好多好多。还有吗？拿出一下，来一点吧。Reloading。好吧。Fire in the hole。不来。好的，我记得我之前是从这里过来的，这有个标识告诉我说，我们可以从这个进入，还可以贯穿啊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这路上，哎呦！好，太棒了！我不太清楚，我应该按照他的一个标志走，但是我是挺乱的。其实他是一个死胡同，就按照他指示标志走呢，走回来就是。Reloading。然后这里是出子弹药的，吓我一跳。然后这是往，也许这是一个新路，对。Reloading。好，毕竟他的一个节奏是对的，我们的确是要往上走。来，看看，就到了一个非常，好，这个地狱。Reloading。好的，这里呢有一些枪啊。看箱子里面什么？箱子里面有把狙，狙杀多天，原来是这样。Smoker。好 ，nice。Weapon。不行，那把那个子弹，那个这个，哎呦。好的。